儿子，宝儿，想不想吃薯条？妈妈去给你炸薯条，你吃不吃？嗯？吃不吃啊？吃，走啊。好吃。嗯，拿吧。这个。那拿这个。这个，这还有多少？够不够摘的？儿子啊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这一盘够不够吃啊？够。你下班啦？下班了。你这不，哎呀，今天怎么了？怎么帽子怎么还戴着不摘了？脑袋冷。拿啥啊？快递呗。这快递是我买的东西吗？不是你买谁买？家出了你一天到晚。我就买了一样，你怎么拿两样快递啊？家里就你一个败家娘们，你还有谁？谁败家娘们？就你。你才败家娘们儿呢！这是我买的那个精油吗？对呀。这怎么还有个证书啊？对呀，还有奖品呀。嗯？还有奖品？下次购买才能用。这啥呀？不知道。洁面巾。哎呦我去了！就这么一点小瓶，这猜一猜，蜡似的。妈，动了。这一点小瓶，你猜多少钱？多少钱啊？好几百。什么？好几百。我怎么不我怎么不插插是你得了？插是你呗。那我这会儿就给化了。动了是不是啊？这油怎么它也能动呢？不知道啊，等我问问。怎么这啥呀？油壶啊？油壶。你买的油壶啊？嗯，我又买了个酱油壶了。你又买了个酱油壶啊？嗯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壶。喝个蛋。啊。嗯。还带了个密封圈，挺好看。嗯，长得快。质量不错。啊？质量不错。这怎么像保温杯？嗯，质量不错。这怎么跟以前的保温杯有点像？质量不错哎。挺好，这不就像保温杯吗？这就是油倒进去之后，这能好刷点吧？感觉嗯，还行、啊，挺好。你看，就是倒油就不用给它拿出来，就刷的时候倒的时候就搁这倒。行。你拿那个怕这个密封圈。304。嗯，304。我那个铲子不都买了？买没有味儿？闻闻。没有白杠哪有什么味儿？我们行，厂子不是买的是316吗？炸薯条了？你今天炸薯条了？怎么没给我留啊？我那娘俩在家吃独食吗？没在吃独食，我就给孩子炸薯条就吃独食。那你试没试？我吃了一点。我说你吃独食了，我错吗？他为什么给我留了？没空的话，然后去吃。先吃锅，我炸的。啊？我先吃锅就给你炸去。还不去呢？几点了给你炸？炸的弄不弄完啊？吃油我还得收拾。怎么那么小心眼啊？就没给你留薯条你就生气了？不生气了？给你炖着鱼好不好吃啊？不比薯条好吃啊？油滴滴的。我愿意吃怎么了？愿意吃也不行，我太油了。晚上给我按摩。给你按摩？你再说一遍。晚上给我按摩。你没搞错吧？我耳朵没听错吧？没。啊？没听错。我给你按摩。嗯。怎么给你按？拿棍子抽啊，松松皮、啊。
自己出来啊，要我给你送皮。给我送皮？你怎么给我送皮啊？我正好皮子紧了，我腰酸有点，背痛，哎，我皮子紧了，这是松松。我拿裤腰带好好给你松一松。拿裤腰带好好给我松一松。嗯。我应该拿裤腰带好好给你松松吧。小样。哼，小样，谁小样啊？天天给你饭做到嘴，就没给你留个薯条，你就不高兴啊？啊？我今天晚上不上大床睡吗？你不上大床睡上哪睡？上小床睡啊？嗯。啊，你去吧。怕你啊？去。我怕你啊？去吧你。你看我画画，你去吧。一会儿吃完饭你就上那个小屋去啊。嗯，好。嗯，吃完饭你就上小屋啊，你不准给我上大床，这是你自己说的啊。你请我上我都不上。我怕你啊，你去吧。我怕你啊。